男男女女在葬礼上哭天抢地的大家见过，但俩美女在棺材上跳热辣甩臀舞的，反正小编是没见过。近日，南美一则两个身材火辣的美女骑在棺材上跳舞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引发国外网友的热议，同时也让小编大为震惊。视频中，两名穿着性感、身材姣好的火辣美女骑在棺材上大跳甩臀舞，旁边围观的亲朋好友和悼念者也加入狂欢，不停地嘶吼、尖叫，场面酷似摇滚音乐节，一丢丢哀伤的气氛都没有。其中穿着白色短裙的女子动作娴熟，配合着现场乐队的演奏，动作极其挑逗，还有不少悼念者往她身上泼冰水，营造失身效果。随后有人将水泼在另一名穿着黑色紧身长裤的女子和穿白色短裙女子的身上。据悉，这场葬礼之所以如此风花雪月，是因为死者是一名雷击队音乐粉丝。小编不希望有美女几十年后在我的棺材上跳甩臀舞，不过现在可以。